好，大家拢静静来这里，好不好？感谢雪，我真正超欢喜的。嗯，这样会，你这样就会呢。你问我这里听你，搁大家来好好这里。当然啊，我妈本来就做听雪啊，只是哦，伊真正要陪阮爸拼手，才无用啊。啊，恁小弟要创啥？啊，是阿姨请恁吃冰。阮等下要去杨丽公因家啊。啊，去因家要创啥？老师爱玩画水墨画。啊，我爸爸就爱写毛笔字，所以我老先。嗯。对啊，若是恁大家拢来阮家提纸画图，就免另外开一支买纸。妈，咱做伙去啦。你倒，你嘛要去？当然啊，我是同班的，伊嘛同款爱教功课。阿妹若是知影你得走去娘家，敢会感觉无好过？阿姨，你嘛是好去啦，我请你吃我妈妈生的饭，就是这样哦。哦，你俩，来来比赛，快去走开去！好啊，来啊！哎、进来，进来，走啊！走，走他们嘞！你走完啦！哎，我第一名。哦，辛苦我娘你啊！阿妈，我吃饭了，来，咱走上啊！立德，你来啊！阿妈，我这久无看到你啊！你好，乖，阿妈真好。阿妈看到你吼，规个心情好，就足欢喜的。阿妈，你哪当叫你偏心嘛？你哪看到我袂欢喜哦？你刚刚遐娘皮，卖讲阿妈，你妈看到你头痛。阿母，你好，你好。听讲恁到最近发生一挂代志，敢不要紧？拢过去啊啦，咱卖讲遐无欢喜的。我今日带囡仔来做功课，因老师爱因画图。欢迎欢迎，阿妈，我回来啊。哦，阿姨你好。李彦哥，你怎来啊？你怎，你嘛来啊？哥，你怎来了多好啊！我跟我同学要画水墨画，你教我教。啊，我教你。对啊，你讲讲你画图画啊足好诶，毛笔字嘛写了足好看，大概出去比赛拢有得奖呢。我是头一届画水墨画，所以想要请你斗相共。哥，你教我教啦，我刚刚同学讲好啊，你袂当让你小弟无面子啊。好，那呢，恁等我一下，我先去准备。好。哦，我哥家就厉害哦，顶届去澄清湖写生的图，阁予老师选去全省美展，伊功课嘛足够的，大概拢考第一名。是吼、哦，你哥哥遐厉害，恁哪会甲伊无同款？你讲哪会使甲我隔壁啦、嗯？一个是天才，啊，一个是蠢材，一个是恩达，阁有才情的梁山伯。一个算是无人爱马文才，你不像毛仔，你呀、啊，马文才，你怎么马文才啊？马文才，马文才，哎呀，马文才，马文才，哎呀，心情好。清朝有一个很有才情的人，他叫做郑板桥。他画字的时候，最喜欢他的字画得滴滴滴、好闪闪。你知道他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啊？因为字画虽然闪，却可以写作跟大树同样，这么高，这么坚强。这就表示他很有骨气，是真正的君子。他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：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远在破岩中，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这就是心目中的力量，你面对什么困难都绝对不放弃。哇，李彦哥，你真的什么都知道呢？我就说吼，我哥哥是全世界最厉害的。那这样我也要把他吊到我看就三就三，我会做君子。做君子，你到底要画到这样，你还要做君子？你大口袋啊，你大口袋，这么要骗别人，啊你呢？比你更好看啦。我会更好看。你画到不错哦、喔。是哦、喔，真的啊。嗯。头一次可以画到这样，已经算很好啊。
王立德，袂歹嘛。哦，这对啊，最有精神的。确实是有咧袂歹啦。对，伊是请到因爸。哦，阿嬷意思是讲，恁爸爸是不是嘛最会画图的？我爸爸是会晓啊，但是我妈妈拢讲，伊会甲天鹅画甲敢若姜母起来。姜母，今日你真劳累了。尤其我带囡仔来教了，本来才拄啊好啦，我烧烤有煮一点绿豆汤，摕出来给囡仔吃。好，我来烫。我来去倒三缸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你想做要把立德带来吃，阿斌敢知影？阿妹夫甲伊讲啦，阿就你讲讲，恁家就做宣纸诶，你今仔才会想要着急做美术作业啊？我该卖过安尼啊。好啦，阿立德讲伊要来诶时阵，我咪就丢丢诶。阿刚咱饮酒诶时阵，我廖总讲，恁诶心结已经拍开啊。你比我较巧，应该爱知影。有的家都想要拍开，都拍不开。那是等参选，即马安尼大家和平相处，我就感觉真满足了。好啦，我了解，以后我会较注意。那你回去嘛，莫甲阿斌讲，你有带立德来吃，卡怕阿斌误会，我要甲伊抢立德。绿豆汤哦，更罕见哦。我阿母爱吃啦，伊一只罕见吃，敢会惊？即马无吃哦，佫会怀念。阿恁家的绿豆汤冇更罕见。一明爱吃，伊跟我阿爸同款，拢最爱吃甜的。无代志啊，虽然家己囡仔是足正常的代志，我等到足欢喜的，佫会当会记你用明家的代志。证明有偌贵，你真正足坚强诶！一命运比我还坚强。我知影你甲立德互阿免，你心肝内一定足不甘诶。啊，不过换一个角度想啊，至少你阁会当看到伊，无亲像我，永远拢看袂到啊，干来当输了。也毋过英明。因为拢是你的后生，我的立德毋是我的囝。伊若是知影讲，一时出事，我就将伊送予别人，毋知有偌远远无偌退啊无。我甚至搁未问讲，伊走来问我讲，是安怎要将伊送予别人？哎呦，你放较轻松个啦，啊未来个代志啥人拢毋知啊。我干才知影，立德是一个足好个囡仔，你也有信心吗？啊，万一真正有迄天，伊一定会当了解，你是不得已的。啊，好啦，啊，咱紧熬绿豆汤放出去，囡仔在等。好啦。来啊，水洗手，吃绿豆汤啊！来，你一定要吃。好好好。我无要食啦，我先来等。王立德，王立德，立德，立德，安尼雄雄讲要等啦，连阿妈煮的绿豆汤也无爱食一嘴哦。阿妈，你还习惯啦，
王立德有时阵哦，比查某更加佩服。